心空动脉千吨，人都到齐了，我们出发。赛尔号踏上新的征途，这就是传说中极为珍贵的绿犀牛矿石。直闯寒冰结界，寻觅寒冰精灵。这个结界需要一只精灵，用寒冰之手才能打开。为争夺能人权杖，展开生死鏖战。看来这是一场恶战呐、啊！好强的力量！赛尔号第10季冰封要塞就在星空卫视。